刚刚又讲到这个益生生啊，益生生是这样写，就是由益生及生啊，益道生及道，就过来，这个比神足通还要快啊！意念到了就到了，一刹那情啊。还有一个订正哈，抱歉，这个刚刚讲那个斯陀含呐，斯陀含是二果，不是三果，三果是阿那含啊。请订正哈，斯陀含是二果了哈。不过斯陀含是二果，但是是一往凡的啊，一往凡，就是再到这个世间受生一次啊，一往一凡就证阿罗汉，阿那含呢是不还果，就是继续然那此生报尽啊，就到那五顶天受生，在五顶天证阿罗汉果。好，继续看哈。后，赫鲁那问尊者曰：“我子临间已经九白，有弟子龙子者，幼而聪慧，我于三世摧穷，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于第五劫中生妙喜国婆罗门家，曾以丹檀施于佛语。”坐垂撞钟，受报聪明，为众钦扬。又问我有何缘而敢贺众？尊者曰：如于第四劫中常为比丘，当赴会龙宫，如诸弟子咸欲随从，如观五百众中，无有一人堪任妙供。十诸子曰：师常说法，于时等者，于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胜之有？如即令赴会。自如舍生去生，转化诸国，其五百弟子，以福为德薄，生于羽族。今感如之会，故为贺众相随。好，快讲哈。我子临间啊，这赫罗那尊者就问这尊者讲，我住在这个树拿来啊，已经久别就是九年了啊。有弟子龙子者，有一个弟子叫做龙子啊，龙子，伊自细汉就真聪明啊。我踮咧遮哦，三世推穷，就是入定啊，入定以后去观啊，观过去世三世去观啊，拢莫知其本，唔知伊个根本是啥物事。因为这个俗世通哦，原来有一个程度啦，有观有戒啊，那这个。外道吼，上悬用个悬到八万劫，外道迄个如果入那个非常定右，然后发动神通哈、可以观到八万劫，八万劫以外就看不清楚了，所以称为明觉啊。所以因看不清楚啊，因就是叫做明觉啊，叫做明觉啊，迄、那个。老子或者混沌初开啊，就是八万劫以外，外道都看不清楚啊。菩萨就唔啦，八万劫又更啊，菩萨阿罗汉更多啦。那佛世尊是过去未来无量劫，清清楚楚啊，安尼。啊，这个，这个尊者啊。就赫罗那尊者啊，伊嘛是有数四通啊，
爱立定咧观这地址，看伊到底是啥物根本的，是安怎来安怎去的，伊搞不清楚吼、哦。啊，当请问这尊者，啊，请问摩罗罗尊者啊，哦，啊，这摩罗罗尊者就话讲讲，这个囡仔咧第五劫的孙哦，不生的这个妙喜国哦，这个婆罗门的厝内面啊，啊，这个囡仔迄个时阵啊，不。用旃檀啊，旃檀是真贵的、真稀有的一款的檀香啦，哦，来布施和迄个佛语的佛施啊，哦，用迄、那个迄、那个檀木啊，来做一个腿啊，去弄供经啦，哦，经腿啦，哦，檀木是足贵足贵的啊，啊来供经迄不得了，迄已经啊真大支啊，吼、哦。哦，你叫干咱讲咱普通这速茶就好啊，那几啊速茶吸尊佛祖就足贵啊，对不？更何况讲迄佛寺的经一定是真大粒啊，哦，啊，迄腿一定要足大颗啊，哎，不得了啊，哦，啊，做迄个经腿啊，啊，所以啊，受报聪明，伊收到的这果报啊，就是讲真聪明，安怎？因为共经啊，是中是觉醒的意思嘛，就是觉啊，对不？哎，经就是觉醒的意思啊。啊，有什么人会当觉醒的？有智慧人才得觉醒，对不？啊、哦，得觉悟啊，啊、哦、啊，所以因为供养一个经腿啊，所以伊得到的果报啊，果哎就是聪明哎。为众亲仰，啊，大家拢真正钦仰伊，吼、哦，因为大家听经声，拢嘛是真欢喜啊，吼、哦，啊，拢迄经声讲落去真庄严嘛，所以大家拢真钦仰伊安尼，吼、哦，所以这都是关于的供养经腿的一番果报。又问，啊、哦，各问阿公，啊，我有啥物因缘呐？是啥物缘故啊？会感到这河象，这河啊，真侪款鸟啊，河啊，吼，来皈依做伊弟子啊，吼、哦。那尊者就话讲讲，你怎么第四劫的时阵哦，不做 BQ 啊，哦，出家人，当赴会龙宫，但是你迄阵你要去龙宫去赴会啊。所以，迄拢是，拢是敬着姓郭的人啦，吼、哦，唔再当去龙宫，啊，无咱落去说毒气，啊、哦，如诸弟子咸欲随从，啊，你真侪弟子吼，拢要带你去龙宫，大家拢嘛要去做海玲王的，贵客啊，是不是？吼、哦，你就当观看讲这。五百个弟子里面啊，无甲一个人会当讲堪林妙强，堪受这个龙王来重用啦，哦，就道德无够啊。啊，迄个时阵遐个弟子啊，就讲讲，师父啊，你常常咧说法的时讲，于时等者，于法亦等啊，有时定者定平定啦。出家人食饭的时阵是平等的呀，拢食同款的啦。哦，无讲师傅食较好，啊，弟子食较歹，袂使安尼，啊平等。哦，啊，语法一等，啊，换马是平等。哦，啊，所以，真侪出家人哦，就那做弘中啊，主持啊，都要坚持讲，就爱甲伊甲伊徒弟啊，食的拢同啊。唔是讲师傅老和尚食较好，啊徒弟啊，较凊彩安尼，哦，所以应该安尼才好。这是佛祖的教示啊，哦，所以，因为按怎来是同款的，因为法是平等啊，哦，是平等，法就平等，心若不平等呢，法就不平等，对无？因为众生依时而住，依时而住啊，哦。有食饭才会活啦，无食饭袂活，对无？吼、哦，
所以这是必须的啊，哦，啊，所以失平等，法在平等。啊，你阿哩事实，因为是拢是终身不息的哈，啊，事实的时阵啊，无平等，啊，你表示你的法就无平等，法无平等就是心不平等，对不？哦，所以因这弟子哦，就用这话来甲因老，伊甲因师父度了，哦。公司你定咧说话人讲，啊，食食物那种平等，啊，这饭嘛平等，经济不然何政之有？啊，即马既然唔是安尼啊，就是讲你要去和海里王请，啊，就无爱吵阮去安尼啊，哦，既然唔是安尼，何性之有？安尼那有什么性德咧？意思咧讲，似乎你就唔是圣人啦，安尼意思啦，哈、哦。如即复会啊，如即令复会啊，你就吼、哦，就叫因去啊，就带因去两江复会啊，啊，啊，自如舍身去生转化诸国，从迄个时阵开始啊，你下心处心啊，就是按你来来去去，点么点么，即个世间来来去去的时阵，点么转化诸国，点么。各国的这个国土里面啊，拢去度化众生啊！啊，当初去五百个弟子啊，带你去龙江去受供养遐呀吼，因为伊福德上过微小啊，福为德薄，福微德薄哦，德薄哈，福德真微薄啊，啊，搁受人供养啊，所以生于羽族，才生做咧有一乌毛诶。一种就是生到鸟啊啦，啊、哦，为着要贪爱要食迄顿啊，啊，煞安尼，生生世世煞比鸟啊，你看，这真正恐怖啊！顶边是讲比作香菇对无哈？诶、哦欸，啊，所以做家人哦，爱注意哦，哈、哦，实在是，诶、欸，受人去。收人重要啊！收人红包吼，是愈细包愈好，唔通愈大包哦。哎，恐怖啊！啊，不过佫袂用没收呢，吼、哦。没收，伊讲师父无爱我，所以袂收我红包。今感如智慧，故为贺众相随啊、哦！啊，但是啊，因为啊，迄个时阵啊，感激你因爸诶对因的恩惠啊，所以啊，才好啊，好将啊，就拢一直甲你跟随啊，哦，你看，就你跑不掉的哈、哦，受不了啊、哦，哎，赫罗那闻语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脱？”哎，这赫罗那就问尊者讲。啊，爱用什么方便？方便是方法啦、啊，哦，会当使因解脱的。尊者曰：“我有无上法宝，汝当听受，化未来际。”这尊者来讲，我有一个无上的法宝啊，你就要听受啊，哦、啊，度化未来际，尽未来际众生啊，啊，就讲这个句啊，心随万境转。转处时能忧，随流任得性，无喜复无忧。啊、哦，心随万境转啊，咱这个心啊，是随着这万境啊，万境就外口的境界啊来转。那化作好的境界，咱就心贪爱；那化作歹境界，咱就心在嗔恨啊、嗔恚哦啊，心内诶、不舒服啊。伊安尼那的啊，转处时能忧，你转处啊，时能至于忧为难测，忧是忧为难测，因为咱这心在转的时阵啊，是忧迷难的个测量啊，哦，敢有咧信过诶智慧诶人啊，才会知影众生。种种的心内空啊，胖在怎样？
啊，无咱拢吼安尼戆嘟嘟安尼，拢唔知影，家己咧想啥嘛唔知，吼、哦，啊，拢转来转去啊，转到家己说袂去，吼、哦。随流任德性，若能随流而任得本性，这个性是本性，流啊，就是随诸法之流啊，哦、那诸随诸法之流，然后反流造性呢、啊，啊、哦。那这个随流就等于是就是随着这个诸法之流啊、哦、然后反流造性，对，令得本性啊无喜复无复无忧，那然后令得这本性了啊，就可以达到无喜嘛无忧啊、哦、时贺众闻迹飞鸣而去，尊者家夫即然烟化。这个时阵啊，这些和尚啊，听到这个机了啊，就飞起啊，哦，就飞起化起啊，哦，啊，这尊者就结家夫坐，就坐化了，哦。赫勒那尊者啊，与宝印王齐塔当后汉桓帝十九年。已四岁也，这赫勒那尊者就跟宝印这个国王啊，啊，其他，啊，迄个时阵是，东汉桓帝十九年的时阵，啊，看一看，第二十三祖赫勒那者，肉之国人也，姓婆罗门，嗯。父千圣，母金光，以无子故，倒于七佛金床，即梦须弥山顶，一神童持金环云：“我来也。”觉而有孕，年七岁，游行聚落，睹民间淫事，乃入庙，赐之曰：“如望星祸福，患祸于人，遂废生劳，伤害师圣，言气。”妙貌忽然而坏，由四乡党未知圣子。第二十三尊的祖师名号做赫罗那尊者啊，伊、哦、是肉之国的人，伊是宗姓啊是婆罗门呐、啊，因老爸的名号做千姓，因老母的名号做金刚，因为啊无囝，啊就点咩？七佛的金堂遐，祈祷啊，啊就望到这苏米山顶头啊，有一个神童，提一个金环，讲：“我来也，我来呀啦！”哦，啊，因老母醒起来了，就感觉就有心啦、啊，哦，啊，七岁时阵啊，在点的这个砖头遐，佚佗啊，哦。啊，看到民间一路淫事啊，是迄是神啦、啊，吼、哦，淫神庙啦，吼、哦，就入去庙内面，甲好奇吼，讲、哦、如望星祸福，你安尼希望兴起这个祸福啊，安尼幻祸于人，啊、哦，以幻化来灭迄众生啊，岁费生劳。哦，啊，一年啊，啊，就爱浪费真多精神啊，哦，安尼来甲你拜啊，安尼伤害真多啊，伤害人民啊，伤害众生的命啦、啊，吼、哦，真大，不真在嘛，伤害真多啊，吼、哦，安尼唔对，哦，啊，伊讲完了啊，这庙啊，忽然间就派去啊，哦。啊，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迄个砖头的人啊，相当啊，就是砖头的人来讲，伊是姓氏啊、哦。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罗罗尊者，复法眼障，行化至中印度，彼国王名无畏海，崇信佛道，尊者为说正法次。王忽见二人，肥素。福拜尊者
啊，你看我只。伊二十二岁的时阵啊，出家；30岁的时阵啊，当着这摩罗罗尊者，哈、哦、啊，传给伊正法眼藏啊，爱信化到中印度。迄中印度的国王名做无畏海，伊是真尊重啊，佮信佛的啊，哈、哦，尊者理解。说正法次，说是演说啊，演说的净化次是的时候了啊、哦。这个次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啊、哦？你讲净化的时阵啊，这个国王忽然间看到两个人，非束缚，非束缚拜尊者啊、哦。王曰：“此何人也？”师曰：“此是日月天子。”吾习成为说法，故来礼耳。良久不见，唯闻异香。王曰：日月国土总有多少？尊者曰：千世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亿弥卢日月。我若广说，其不能尽。王闻欣然。时尊者眼无上道，度有严重，以上足龙子爪腰，有胸狮子。博通强气，是婆罗门，觉师祭祀，地父云王，乃皈依于尊者，啊，而问曰：我欲求道，当用何心？啊，情况下，伊拄仔咧讲话的时阵啊，这个国王看到两个人，非束缚，非是红色啦，红色的，红色甲素色的，这两个人啊，就来拜这个尊者。这尊者诶，王公就问这尊者讲：“这是什么人呢？”啊，这尊者讲：“这就是日月天子啊！哈、哦，我古早不为因说法啦，所以今嘛来顶礼啊！啊，真久拢无见着因啦！啊，敢那闻着迄香味啊！诶，日月天子来的时阵就有迄香味啊！啊、哦，天子拢是香的啊！哦那阵天子要天人五衰嘛，哈、哦，那阵伊要过身的时阵再会起草啊，哦，啊，普通拢是香的，但是免抹香水啊，自然就有香味。啊，这国王就问讲，日月国土啊，啊、哦，总共有偌大啊？这尊者就讲，一千尊释迦佛所化的世界啊。总共有各有这个100亿个弥罗日月啦，哈、哦。啊，我若讲说啦，我若讲安尼要详细讲啊，讲不完啦，哦。啊，这个国王听了就欣然啊，欢喜啦，哦。这个时阵，尊者就演说这无上道来度化有缘的众生啊，啊、哦。这法爱无言在听，在听下落啊，哈、哦，因为伊个上足龙子，伊个高脚啊，大地啊，哈、哦，好多龙子啊，早就，早过身去啊，啊，伊个龙子的大兄啊，哈、哦，好多狮子啊，狮子，博通强记，这韩文文真霸啊。记忆力真好啊，哦，但是伊是四婆罗门呐、啊，是拜婆罗门的觉师祭祀，因伊个师傅过身了啊，啊因小弟阁死啊，所以啊，这个大兄就来皈依尊者，哦，就问尊者讲，我欲求道，当用何心？我想要求道，应该用什么心来求道才对呢？尊者曰：如欲求道，无所用心。尊者就讲：你若准备求道啊，你就要无所用心啊。曰：既无用心，谁做佛事？无所用心就是讲，那用心是用妄心嘛啊。
用你的意识起心，那个就不要用意识起心了啦，所以叫无所用心。阿姨的问伊讲，啊，既然是无所用心嘛，阿尼就无变得无心吗？啊，那无心是虾米人咧做佛事咧？做佛事就是修行的意思啦。哦，啊，虾米人咧修行咧？那无心虾米人咧修行咧？尊者的讲啊，如若有用，即非功德；如若无作，即是佛事。经云：我所作功德，而无我所故。这尊者的话讲讲，如若有用，有用是有用心呐、啊，心省略掉了啊。你那种有用心啊，就是用你的六事妄心呐、啊，即非功德，安尼就唔是功德啊，因为你就讲你家己有功德，安尼有这个用心就无功德啊。如若无作，你若起无作智，无作智啊，无作的智慧啊，你若起这个无作的智慧啊，无作就是无漏啦，啊，无作就是无漏啊，啊，无作的智慧，安尼就是佛事啊，安尼在正干佛事。因为无作就是无漏，无漏的，就是正经是诶佛事啊。经顶头讲啊，讲我所作的功德啊，我所作的功德啊，而无我所故，我拢无所拥有啊，没有拥有，我所作的功德，我拢无甲当作是属于我的啊。狮子文誓言已即入佛会。这个狮子啊，闻诶，听到这个话了，即时啊，就入这个佛的智慧啊。时尊者呼子东北问云：“是何气象？”狮子曰：“我见气如白虹贯乎天地，复有黑气五道横亘其中。”尊者曰：“其道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灭后五十年。”北天竺国当有难起，应在如生。吾将灭矣。今以法眼覆主于汝，善自护持。这个时尊啊，师者，师尊者呼子东北问云。这个时尊，尊者忽然间就用手机在东北方讲。四合气象啊，讲这个气象啊，这个现象啊，天顶啊，在天顶的有一个现象，这是什么气象呢？啊，这地质啊，或者实质，伊就讲，我就见这个气啊，跟那白氢灌天地啊，哦，啊，佮有乌气五度分的中间，哦，尊者就讲。安尼，这个征兆是安怎呢？安尼实质来讲，啊，这我就唔知啊。啊、哦，尊者就话讲啊，讲，这意思就是讲，我那边多了五十年啊。印度北方啊，北天地啊、哦，北天地国啊，有难啊，有灾难的起来啊、哦，啊，这就应了你的。心啊，烈心就诶，有些征兆出来啊。啊，我今嘛就要灭道啊！啊，现在用净化眼种啊，交代给你，你就爱好好啊护持，就讲这个传导经，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可得，得时不说之。那阵会认得这个心本心本性的时阵，啊、哦，本心就是真如之心嘛，啊、哦，本心本性的时阵，可说不说不思议，可说是方可宣说了，啊、哦，那阵正经有了得这个本心本性的时阵，再用个宣说。不思议的法门啊，哦，不可思议的法门，意思是讲，若无认得这个本心本性的时阵，迄个时阵
这不可思议的法门，就无资格头宣说啦，未用的演说这款的法门啦，哦，寥寥无可得，寥寥就清楚啊，寥寥然一时无可得，虽然啦、啊，一切这个心性一切法啦、啊，啊、哦，法界是法界，一切拢寥寥如对眼前啦、啊，但是啊。嘛，实在无有消法可得啊，但是还是无有少法可得啦。十方法界寥寥如在目前呐、啊，但是一时正知无有少法可得，得时不说之。啊，那地的境地的正得菩提的时候啦，哈，正得本心本性的时候啊。也不说我知道啊、哦、那尊敬重这无相法的尊啊马公马伟公我怎样马伟公我不怎样啦啊、哦、也不说我知也不说我不知啦我说我不知是妄语嘛啊、哦、说我知是由我慢我见啊所以这法这无相法的叫你离标啊行一步就唔对去啊！哈、哦，狮子比丘闻偈心狭，然为小将离何难？尊者乃密示之，言气现十八变而归集，设为壁，分设立各御心塔。啊、哦，这狮子比丘啊，听到这个偈哦，就真欢喜啊，但是啊。唔知阿公将来会等到离，就是遇啊，碰到啊、哦，会等到什么灾难呐、啊？啊、哦，这尊者就秘密该开始呀、啊，啊，啊，个开始了，啊、哦，就现十八变，啊、哦，就腾空做十八变，当然是入三昧了哈、哦，啊，归集。这十八变有很多种啊，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说，全身出火，全身出水啊，你全身出火就是入火光三昧了啊，鬼辛苦转漆黑岩啊，你哦，全身出水入水光三昧哦，哎，黄梨花雨山多海也入无什么黑啊哦啊，然后全身出火出水没关系啊，啊有时候上身出火下身出水，黑的唔知安哪用了唔知啊。就想不透啊，啊，就是火光三昧跟水光三昧同时来，啊，有时候倒过来，哎，刚是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那反过来上身出水，下身出火，啊，呢，啊，所以上身是修火光三昧，下身修水光三昧，啊，你知道这水火是不相容的，对吧？啊，所以这不可思议，然后做这种种变化。完了以后就归集就寂寞寂灭啊、哦、哎也在场的人已经看到目瞪口呆哈、哦、哎我唔捌看过真真可惜的、哦、好设为壁图壁完了啊就分下一次啊其他啊也尊者复现空中而说偈曰偈曰一法一切法，一法一法，一切一法色，无生非有无，何分一切他？大众闻偈遂不复分，啊，就陀都之场而见他焉，啊，这个时阵呢、啊，因为大家咧，咧想要分一下下理智啊，哦，啊，尊者。就讲现在空中讲这个偈啊，讲一法一切法啊，哎、哦，那了达一法，就通达一切法。如果了达一法，一法就是一真如法啊、哦。若了达一真如法，即通达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啊、哦。一切一法色，
啊，一切世一切就是一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一切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啦、啊，一法色都是由一真如法所摄，拢是啊、哦，这一切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拢是一个真如之法所摄，诶、欸，摄受的啊、哦，无生非有无，我的身躯唔是有，啊嘛唔是无。啊，意思的，迄个心想就是下里子啊，哦，在生的时阵是肉体啊，啊，过身了化作下里子啊，哦，所以我这下里子唔是有嘛，唔是无啦，合分一切塔，啊，你那都，大家点咩分袂平啊，哦，啊，你五粒我十粒，啊，你那加两粒我减三粒，安尼，啊，你分袂平，啊，所以你话。就阿个做事叫你辛苦，过了过出来，讲卖分啦，哦，合分一切塔，那就分那塔嘞，哈、哦，啊，大家听了这个资料就无个分啦，就那做一个啊，一下里子拢无分，哦，做一个，甲起一个塔，点样强用安尼，哦，即后汉献帝二十一年，即丑岁也，啊、哦，这就是。汉献帝哈，几头岁的时候，迄阵咱中国是不是三国啊？哦，做错的时阵啊，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哈、哦。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者，即中印度人也，姓婆罗门，得法游方智，即宾国，有波利迦者，本习禅观。故有禅定，知见实相舍相，不与之无动。尊者结而化之，四众皆默然心服。为禅定师，达摩达者闻四众备则，奋沸而来。尊者曰。仁者习定，何当来此？既至于此，胡云习定？曰：我虽来此，心意不乱。定随人习，习在处所。尊者曰：仁者既来，其习亦至；既无处所，取在人习。曰：定习人故，非人习定。我虽来此，其定常习。尊者曰：“人非习定，定习人故，当自来时，其定谁习？”啊。彼曰：“如净明珠，内外无异，定若通达，必当如此。”师曰：“定若通达，一是明珠。今见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澈，内外习定，我心不乱，犹若此境。”师曰：“其珠无内外，仁者何能定？遂悟。”非动摇，此定不是静。达摩达蒙尊者开悟，心地朗然。啊，看下第二十四尊祖师名号做狮子比丘，狮子比丘。啊，伊是中印度的人，姓，这姓是种姓啦，唔是伊姓婆罗门啦，啊。也种姓中姓啊是婆罗门啊啊伊得到法了啊就游方到这济宾国啊哦济宾国的即马克什米尔啊克什米尔哦克什米尔就是我们地理书上所写的那个中印缅三国未定界一个所在中国缅甸甲印度，这三国的交界所在，迄个国界分袂清楚，哦，自古以来就安尼，哦，有波利迦者，有一个人叫做波利迦，伊本来就是咧修习禅观呐，故有禅定，哦，故是本正，本来啊，本来就有禅定了。哦，
知见之相者相，啊，啊伊迄知见啊，甲迄个真执有迄知见不净啦，哦啊真执执种即相啊，哦，啊，执相者相不与之舞动，啊。即修行的时阵有种种的相啊，伊拢总无要甲即五种的人讲啊，尊者就甲问啊，哦，诘问啦，哦，啊甲化度，即四种的人拢总默然心服，拢服啊，哦，敢有一个叫做禅定师啊，哦，有一个禅定师哈，就教禅定的人啊，诶，师傅啊，迄名叫做达摩达，哦。听到四种，互伊执笔啊，就精气啊，走来啊、哦。啊，尊者就讲啊，仁者习定啊、哦，何当来此？你既然是咧修禅定，啊，你哪来遮咧？啊、哦，因为啊，看你安尼气冲冲，啊，那既然。修禅定的人心应该未定，未动啊，心应该是不动啊，为什么气冲冲的啦？啊，跑来这里，既至于此，胡云习定啊，既然来家，那已经讲的是修禅定的人嘞。阿姨就讲，我虽来此，心意不乱；我虽然来家，但是我心也无乱呢。啊，定随人习，是骗人的啊，对不？啊。有气冲冲来，那心不乱呢。定随人习，起在处所。这个定啊，是随这个修行的人在修才有的啊。所以唔是讲就一定爱在倒位什么所在啊？哦，唔是讲我踮咧遐就有定，啊来遮就无定啊？哦，这个是强辩的。尊者曰。仁者既来，其习亦至。既无处所，岂在人习？人家就是你啊！你既然已经来啊，啊，你所修行、所修行的定啊，应该嘛爱到家哦。啊，既然你讲无处所啊，啊你，那就一定爱有人修嘞。因为定，你照你这样说，就定无所不在啊。那定无所不在的话，啊，你就无一定爱什么人修啊。啊，你大家拢有定啊，意思是安尼啊。哦，啊你那大家拢有定，啊你哪讲你修禅定的？因为大家拢有定嘛。哦，曰定习人故，非人习定。啊、哦，我虽来此，其定常习。定就是禅定啊，啊、哦，禅定啊，由学习，之人哈、哦，就是随意随学习之人呐、啊，啊、哦，随修习之人，所以非人习定，并不是说人真正能够习定啊，啊、哦。意思就是讲哦，刚才譬如呢，讲人讲人两卡钱四卡，是钱对人不是人入钱呀，安尼啦。啊，伊即马来讲，那是定在跟着人，不是人跟着定啊，安尼啊，哦、意思是安尼。我虽来此，其定常习，啊、哦，所以啊，我虽然来家，爱定落对我来家啦。哦、所以我行到伊个定就对个，到倒伊啊，安尼敢对？安尼一定唔对嘛吼、哦。但是啊，那阵外行的咯，被他唬得一愣一愣啊，哦、所以这个、修行很难啊，众生有很多这个不正之见呐、啊，但是自己就已经丢啊。尊者曰：人非习定，定习人故。当自来时，其定随习。啊，既然你讲啊，啊、哦，人非习定，唔是人咧修定啦，习就是修啦，哈、哦，唔是人咧修定啊，
定时人故是定地人啦，啊，定地人来修啦，啊，啊，这是你讲的啦，啊，下面那两句是反驳啦，当自来时，啊，你就比如讲，那定不是你修来，是定自己来的，对不？所以当自来就当定自己来的时候，那定自己来的时阵呐，是定谁时？啊，是什么人来修？啊，你都无人来修定啊，那是定自己来啊，对不？好，又再起哦。彼曰：如净明珠，内外无异，定若通达，必当如此。啊、这人来讲啊，讲，敢那一个清净的明珠啊，一内外当中无异啊，没有遮障啊，哦，啊那定那阵通达的阵哦。就一定跟这同款啦，哦，内外没有遮障啊，哦，诗曰：定若通达，一世明珠。今见人者，非珠之徒。哎，大师的讲啊，狮子比丘啊，哈，讲定那尊通达的尊者，跟他明珠安尼啊，内外明澈啊，拢总无障碍啊。但是啊，我看你哈，凌驾你啊。唔是有主的人啦，哦，唔是有明主的人，你顺你的话破伊啊，吼、哦，破伊家己，哦，啊这样你讲落去，走啊离苦噶，啊，其诸明彻，内外悉定，我心不乱，犹若此定。这个诸明彻啊，哦，这波珠啊是明彻的。哦，清明透彻啊！哦，内外拢总定啊，内外拢总是定。啊，我的心不乱呐、啊，就是敢那这粒珠同款啦，敢那这粒波珠同款啦，内外拢真清楚啊，拢总是定啊。哦，你看，往自己脸上贴金啊，脸不红气不喘啊、哦，可是他来的都是气呼呼的。啊、哦，其诸无内外，仁者何能定？这个诸既然啊，你讲是无内外，哦，啊，人家你那会当得定呢？虽物非动摇，此定不是静。啊、哦，啊，这个虽物就垃圾的物件啊，吼、哦，该清净明珠无同款啦，吼、哦。不是有动摇的啊，哦，安尼，你若种这垃圾物件无动摇啊，这定就不是清净的。安那讲，你的税务就爱应该清除啊，哦，意思来讲，你的心内面有垃圾吧，哦，啊，你讲你的心拢无叮当，安尼你有些心肝的内面垃圾吧拢无叮当啊，啊，心肝拢全是。有念的，你若有得到定啊，这个定嘛无清净，能听无？哦，达摩达，蒙尊者开悟，心地朗然。伊，安尼尊者个开悟了啊，伊就心地就真清楚了。尊者既摄五众，名闻遐迩，方求法事啊。哦